过一集啊，对对，是好奇，是我算错，没有好奇，你们对你的事情感兴趣，对我一点好奇心都没有，完全没有，那怎么要追我呢？不好意思，哎，不好意思，你要大便了？我要去用头发傻瓜，出来，你骂我傻瓜，小心，你被骂了吗？不要逼着我，不要，丁气不要玩了，幼稚，30多岁这么幼稚。刚刚我们就去他那公共的地方洗澡，然后超级多人，不知道为什么，还不知道为什么，很多人，就多人啊，那就知道为什么了。现在真是两个女人一个巴萨，刮个胡子先。先把房车锁好，现在我们就是要去这边的厨房煮东西，因为我们如果在这个车上煮，就是会浪费很多水，我们也不想特地花钱装水。然后现在是早上的9点左右，我觉得今天的天气才是真正纽西兰应该要有的天气，又有太阳，又有蓝天，超级舒服，而且很冷一下，现在应该15-16度左右。然后这边不管是它的 Airbnb 啊，还是它的什么 campsite 啊，它基本上哦，整个纽西兰好像 check out 时间都是早上10点，所以是蛮早下的，我们10点等一下就要离开去下一个地方。如你们所见，这边真的很多很多不一样的 camp car， 然后它不管是厨房还是厕所哈，其实是有密码要打开的。通关密。通你的屁！王子，请开门。That's right。丑男，这边桌上都是我们的东西。现在快上线喽，关小火一点。其实我的强项就是简单。放哦。来喽。我们冷，谢谢。你要我就要给你了。给你乐。因为我给你念好远，再吃。给你乐福啊。要给我乐福。那给你乐啊。欧姆就是要一直这样重复去搅拌它。鸡蛋的那个多样化的食物，做得好就是欧姆蛋，做不好就是炒蛋。哎呦！你们看到吗？哦，你们看到。你们的欧姆蛋来了，谢谢你哦。哎，拿你的杯钱。这个应该是我喝过少数这样好喝的巧克力牛奶。来，各位举起你们杯。三二。这没质感哎。怎么装在水瓶里面？有杯你不用。3、2、1，耶！今天我们又要出发去另外一个小镇，那个小镇是比较偏文化艺术小镇，然后叫丹尼丁，那边有一个世界闻名的东西，但是我觉得我的团友们去到应该会觉得很无语。怎么说？不懂，感觉你们会觉得无语就是了。不会，是吧？我们接受度那么广。真的吗？不要吧。博物馆。可爱的表情，尴尬。可以啊，毕竟我们这么文学的，应该在外面拍个照就好。啊？还是你是要进去？对啊，我是要艺术气息嘛。我们从这个欧马路小镇过去要1.5小时，差不多110公里，基本上都是这么远的距离啊。我发现我们不管去到哪个小镇哦，它都是阴天。蹦，到底谁是谁神？好，我跟你讲，我去每一次每个地方都超漂亮。对，我们每次去都大太阳。对，看来是第四个人问题了。连我们去那个瀑布，阴天都会跑出彩虹。对，阴天过也有太阳。我觉得你们把好运用掉了啊，你们自己要检讨一下。我骂太多了，可能。哎，丑男，给你点福气。现在我们来到这个丹尼丁小镇的其中一个街，它叫鲍德温街，它有全世界最陡的这个路，这样子看其实蛮累的。对，茶勇说这是最陡的路，要爬楼梯喽。要上去啊？对呀、啊，上去。干嘛？这边看一看就好了。不行啊，你看这么多人打卡，我们还是要上去啊。不能上去可以干嘛？体验一下最陡的街道。但应该要先找厕所。
刚刚我们大小便在车上哈，刚刚是认识他的大便。我先找厕所。啊，尖叫笑不出来。泌尿科组长也很关注我们。你们看这个斜坡，那绝对不值得爬上去。我跟你讲，你这全世界你是最值得上去的。你的频道唯一带观众看到，你现在敢爬？没有，其实观众就想看。你赶快上去。我觉得谁上去都不好笑。是来给你取笑的。你们关注这个人干嘛？整天想取笑别人。我们长永旅行社带你们来到世界之最陡的街道。你这么凶，然后结果你还是要自己上去。我觉得上去后的景色可能会不一样。看一下背上去，快点！我就说我要背他，他就上去。他要背你上去耶？坐脚受伤啊，他就背你啊。背你啊？对呀、啊。好啊。朋友一生一起。嗯，我可以帮忙你照顾一个。背，我背你。哇！背他，我就跟他上。兄弟，给你站哦！确定我要上去吗？佩玉只有40公斤，很容易背啦。在最陡坡背佩玉应该不是什么难。阿口子，哎，你看他们三个，赶快过来！唐勇，这是为了你的生日礼物啊！好啊，好啊，来啊！佩玉应该有90公斤吧？太没用了吧！换人了，换人了，来！你脚上来啊，白痴！不要脚，这受伤了。你脚上来！不要脚，这受伤。你要上来，我才爬到。我。真的不行，连背脊的问题。斜坡，本来人就往后倒，就会看起来比较重。最后多一次机会，最后一次。哦，摇哎，摇起来，走不动，走啊。他们弄完这个脚还没上去，我已经尽力了，我也尽力了，冒着腰折断的风险，是已经折断了。我们要上去拍一些美照，让他们羡慕一下。哎，还没上去，很喘。对，一下都浪费很多力。我们本来可以爬上去，是陪他们上不去。从这个分界线就是开始爬这个很陡的坡。哎，我跟你讲，要怎么样上去？要不要？不费一分力，我们用最快速度冲上去。好好，等一下。3、2、1。哎，穿得很斜，你看，一下挺好穿。对，所以我们跑那么久，才跑一半，应该有一半呐、啊。其实后半段这边才是最斜的。你看凯瑶的建筑，看啊，我向你放平，哎，超嘞。其实旁边也是有楼梯可以爬啦，可是很喘啊。其实很漂亮哎。那个景色很不一样哎。对啊，你看，跟下面差超多。对，他们一定会后悔的。我现在是站直的状态。是直吗？是哎，好奇怪的画面。我们目前是这样斜。很奇怪的画面，很斜。后空翻，真是死掉，然后回不去马来西亚。你们看，真的很美。然后那两个小人物在那边拍照，耶、yeah! ！我们攻顶了，超级喘的。我看上面有个东西，他们一定拍不到。我看一个很厉害的牌子，就是这个街道是全世界最斜的街道。凯浩帮兄弟们拍照，中国青岛的朋友，我爱青岛啤酒，开心一点，好，开心一点，来开心一点，登顶的感觉啊！世界最高峰就在这里。西瓜甜不甜？甜、yeah! ！现在我们要拍一个很奇怪的照片，来。趴着，还好趴着。咦，好看，好看，你看，你看，超好看。你确定？来喽，趴着，来了。竟然有车上来了，这么斜可以上来，我敢讲啊！等下佩玉叔叔看到照片，他们一定会后悔。如果他们没有后悔的话，我们就去尿尿，那就没有后悔。我们这照片是经过努力换来的，对，我们不是那种随便到底的拍咯，还要努力一番哦。但他们在哪里？可能不看到吧。你问佩玉在哪是很没礼貌的事情，因为一定看得到。凯浩，我们是不是要给他看我们的照片呢？可以啊，你们要看一下吗？没有限制。来，你们看一下，一起观察，看你们表情。好险没上去。怎么可能？不要骗自己哦。哇，
这到底是我不会泼，我不会发，我不会趴在地板，怎么可能会跟一个美女趴在地上？白痴，我们两个脸怎么可能这样被你们践踏在地上？女生就是嘴硬，你要软化他们。好啊，自己发给网友看看谁想去。好看呢、啊？我觉得你们两个如果没有发文当首图的话，就代表这篇可不也不是个什么。那我们真发啊，硬着头皮发。我们到了吃午餐的地方，亚洲餐，非常辣的打泡鸡，中辣，非常辣的东亚，非常大份的帕泰，要学会成长，不要给我们白吃哦。我们自从去了法国、意大利、冰岛，我们学乖了，就是如果有亚洲餐是亚洲餐，如果有特别的食物我们要吃的话，我们就会吃。可是纽吉兰其实很多特别的食物其实是在不在这一区啊，就是我们明天后天去的地方。好啦，我们讲一下纽吉兰玩这个房车哦，南岛这边你开房车，基本上有些人不太会把这个丹尼丁小镇放在这个 list 里面，因为这个小镇是比较文艺、比较艺术一点，而且它也是有点复古气息，然后我们就来打卡看看喽。因为你有对博物馆情有独钟吗？欸、我没进博物馆，你对你不错、哦。要不是冰岛没有博物馆、啊，你想进吗？可以、哦。哎、欸，可以哦，找到同伴了。冰岛如果博物馆的话，你会去吗？会。还好没有，我逃过一个。这边博物馆在展示什么？太长我的照片了。那我会想去。所以今天我们几乎一整天都在这个小镇走走啊 ，City Walk 拍拍照这样子，然后我们晚上才去另外一个地方。你这时候补一句，展示一些裸女啊，然后再把它剪接。他说：“那我会想去。”展示一些露点裸女的照片。我不会想去。永杰这段就是帮他剪过去，二剪。你要把二剪二做创作，展示一些露点裸女的照片。那我会想去。你是讲这家评论评分很高是吧？会辣吧你的，我刚才帮你叫 very very spicy， 好像不辣嘞，不辣吗？应该觉得不辣。刚刚我们的泌尿科组长记录我们小便时间，我真的是问号。对，就是你们现在上厕所的记录器。你也老，你喝醉了是不是？他喝了两瓶啤酒。我是害羞。记得哦，你们现在上厕所都是要跟我讲报备。我总有一天会让你清大便小便的。现在假如你们两个小时没有去厕所，我会提醒你们。这么严格哦？对，两小时要上一次，我会找厕所给你们。不要。宿舍回房车休息，是不是很爽？宿舍回房车休息，因为他的胃又不舒服了，然后他也对这个景点还好。那你怎么没有去陪他？我陪他走回去也超远的那个房车。你不是不想陪他吗？没有，你们不要乱乱来哦。凯浩已经被我训练到要用我相机拍照了。哦，好看哦，美女。对啊，是美女。那个车上的美女。哎呀，下车了，下车了。停车嘞。要吗？我建议不要，他妈在隔壁，然后你脸红成这样，我觉得你会被打。这一区其实跟奥克兰的皇后街很像，它就是条街走走买东西这样。大家想知道皇后街在哪，请看第六集。这是皇后镇，他现在讲的是他先去过的地方。他有问题。大家，我们看到改卖美女，美女进麦当劳了。哎、欸，不是你，怎么会有人在这里买礼物，只要包我的生日礼物啊？太没水准了吧！你想要有包装礼物还是没有？都可以，你决定。你想要一打开就看到那个破东西，还是有包装直接打开？我觉得一打开看到比较好笑吧，一张开眼就看到整颗东西。反正我对你们是没有期待了。可是你最近有一次看到他？我最近一直看表哎、欸，看你的手。哎、欸，佩玉，他醉了，救命！佩玉，找到你的裙子。哈哈、欸、可以买给你要吗？两件。你们有空买这个给我，怎么不买杯子给我？他刚才刷的那个杯子。我的朋友们今天进来这个店是叫我挑我的生日布置的东西。你们很光明正大，你们一点惊喜感都没有。你可以选一下你想要的布置。哎、欸，我们尊重你。如果别人找我，我也喜欢找一个我喜欢的，不要不要乱收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子。我以为是你们懒。这是什么？放在身上的彩带。哦，是吗？不是吧？竞选彩带就是。是啊，要不要？买给我啊！信用卡拿出来。嗯，五块纽币还要我给啊？就这个吗？哎、欸，我要粉色的。真是，哎、欸，这个要逼掉、哦。我们尊重大家。重点是我们已经为了常勇生日多花了100块台币。一百不多吧？我们的感情才值100吗？从来没想过，我竟然在挑些蜡烛。可以啊，买啊。反正是你们给钱。那你们的蛋糕长怎么样？没买蛋糕。对，重点是没有蛋糕。靠，美女，一直出国办生日。不，你说你的日韩，我还可以找你做蛋糕。你这个地方我又不会英文，我只能找蛋糕。那你们买蜡烛是什么意思？我们一人拿着一支，然后点火，然后给你吹。他们竟然在买假发，而且这件假发才5块钱纽币耶，是5块马币，好便宜哦。其实这边的姐
到真的是比我想象中预料中啊好看很多，因为它整个其实跟欧美啊很像。今天天气很棒啊，就是现在这个白天都有15度、16度，凉凉爽爽。现在我们来到新西兰的第一间教堂。哇，这个教堂是我第一次看到，都没什么人的教堂呢。我觉得这个教堂比我们想象中的漂亮。对，而且这个教堂附近它就有很多片草场可以拍到，重点是没有什么人。你看这个草场对面就是这个很宏伟的教堂。现在我就要把我的照片交给佩玉了，你帮我拍个那个氛围照，那边拍过来。我要出去离开这椅子。对对对，因为我要坐这里。我们是互相帮忙的好朋友啊。为什么你不叫我帮我拍啊？因为你还在训练当中，天气也冷，我们赶快拍。请大家检举蔡常荣。那你拍的时候我要在那边吗？当然不要，白痴。现在我们拍那种氛围感的影片，我们要从外面进去。主神不在。刚刚我们在这个 Octagon 的教堂拍了很多很奇怪的影片跟照片，我们拍了超久，我们几乎应该就有一个小时吧。那照片也不值得发我的那种照片，然后玩了一个小时。至少拍了一个小时。但是我们有拍到影片啊，照片也是不错啊。我会发，你会发吗？会啊。好，那就好了。现在就跟我的大姐还有三妹，我们就走去这个丹尼丁的火车站，因为蛮复古的，是吗，大姐？对，那边很漂亮。大姐，你酒退嘞。我是害羞，现在不害羞。兄弟，你刚刚拍的片，你现在马上在剪，你也太快了吧！我喜欢剪影片，因为这是博主哎。大家好，多多支持我们的影片哦。我们很辛苦，旅游还要再制作影片。没有，就是制造回忆，然后影片很漂亮，大家记得。你现在给我制造什么回忆？记得按赞，记得按赞啊！刚刚我们也拍一个很废，刚刚拍的影片，我现在也在。的博主就是这样，这个不用按赞举报。请问为什么他们的火车站可以长这么漂亮呢？哇，这个火车站其实蛮漂亮的。来上车。你3:25喝过水，你2:多才上完厕所，现在已经2:31。是真的好强啊！好强啊！你多不想到大便小便啊？那4:36。该出来了，没有牙，我掉出来了。难得遇到上厕所还可以录影，很可爱，很吓人嘞。你还要不要自己上？哇，这个外面是 public platform access， 所以我们也可以进来的，所以可以在这边拍照，找到最喜欢的地方了，跟这些货车拍照，开心点。想象后面装都是你老公、你男朋友。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影片，再到佩玉 IG 看照片。基本上每个人来这个火车站呢、啊，就是为了那个丹尼丁的牌来拍照吧。我们这样子也算跟这个火车站的拍合照了吧？现在要帮他们拍新婚照片。丹尼丁小镇该拍的都拍了，这次时候回去找我老婆了。你妈有压力知道吗？纽西兰目前我真的觉得很痛苦。为什么？很无聊。都说我们去过冰岛了，看得太漂亮了。对，看我一直觉得这边很收手。他要求真高，难怪没男朋友。舒服点吧，可以带你继续睡啊，我开车啊。哎，你们怎么一上车没有关心我老婆？有啊，我问他说他有没有睡觉啊。你有啊，你有，你看那个还不上车关心宿舍，你还在和我拍什么奇奇怪的东西？现在呢，我们要执行我们第一次加油。等一下我们开300公里，所以这是柴油啊。哎，第一次加柴油车，而且最是这加油站在一个荒郊野外，你知道更什么吗？过去拍那边有动物，有羊吗？在羊在那里。你后面景很漂亮哎，去跳个舞，来一个打油的舞。为什么打油是这样子呢？你这个很像有病的舞哎，来 B boy B boy， 呜，可以可以可以。我是加好油了吗？蛮快的，自己加油。不可能，我跳舞都还没跳完。好，趁常荣去加油，带大家看一下这个加油站旁边就是一个有羊在吃草。那你要跟他自拍啊？好扯，好，我跟他自拍一下。哎，他刚好看镜头。耶、yeah. ，有吗？这有病吗？你不是叫我跟他自拍，你要跟羊拍吗？羊羊，哎、欸、哎，你刚谁嘞？乖乖，各位，我们
出发了。这个车很高。你第一次加油感觉怎么样？可以不要问这么问题吗？然后我电池，你个长的要咔。刚刚你有看到？还不敢。已经4.5小时，我们终于到达，然后凯浩依然在上班，在插电。耶、yeah, ，我们真的花很多时间来到这个地方，然后我们晚餐还没吃，现在已经是快晚上11点了。然后刚好我们今晚住的 campsite 哦，附近就有一个他们讲是世界闻名的 burger， 而最好笑是他们还是牛肉 burger 最厉害。我们4个就有3个不可以吃牛，所以搭配玉会盘我们试吃，我们就知道这个 burger 有多好吃啊。可是有一个盲点，佩玉从以前到现在还没有说过一个东西是不好吃。其实不用讲出来，因为大家都知道。刚刚凯浩有讲这个汉堡厉害的地方哦，其实不是它的肉，所以牛肉什么肉没关系，因为是它的汉堡，汉堡皮，他说很脆，很脆就烤焦一点就好了。你讲到很厉害，你可以做吗？快点讲。然后网络上有讲，他除了牛肉 burger， 他的烧肉 burger 也不错，烧肉应该是猪肉是吧？烧牛肉啊。结果都是牛，我们3个都不用吃。请问你们会饿吗？我刚才路上我也在吃那个巧克力，我多少肚子饿，然后一直做梦，然后我后来醒了就喘不过。你做梦啊？你在吃汉堡啊？梦到我在家里拜拜，一开始拜拜不是说我是谁谁谁，然后谁谁谁谁谁好，然后我讲那个谁的时候，他的火就这样灭了。然后各位，他讲东西我们不要听，不要听。哦，是神哦，哦，好可怕，不要听。这一家 F E R G Burger 就是我们要吃的。这边好像是开到凌晨2-3点，所以超级多人在排队。我们只要半夜11点还有要吃汉堡。其实这个菜单乍看之下也是一个汉堡的形状。要点什么？我们就看有没有 beef 的。等了20分钟，好聊。Let's go， 我们早上吃东西。对，这太多人了。我要薯条。哇！好好吃！哎，哇，好好吃的薯条！啊，薯条真好吃。我们的汉堡有一份牛肉，2份猪肉跟1份鸡肉，所以呢，最好吃的应该是你这个。你要帮我们鉴定一下哦。一定要帮你们鉴定啊！其实我开玩笑的啦，这4颗汉堡都是佩玉的。别乱害我！我点的是这个七弟的鸡肉 burger。七弟哦，油到靠腰的袋子，好胖哦。对呀。我说汉堡，傻逼啊，小屁啊！OK， 这个汉堡的卖相呢，完全10分，我给2分。怎么会？你会给多少分？你跟我讲，2分有多了吧？它皮还真的很脆，因为很这是烧肉的。焦点换来，我们拍一个汉堡的干杯的。3、2、1，耶！世界最好吃汉堡。哎，人家讲的嘞。长出我镜头了，宝贝。哎呀，烧汉堡算不错，因为它的烧肉算好吃，因为韩国汉堡最好吃。真的标准好高，我跟苏珍的 Top One 汉堡是太一直带我们吃的那个 S 了，那是我也是，你也是哦，嗯，那个真的是第一名，嗯，但是这家薯条真的很好吃，超级好吃，他薯条也是第一名，他薯条赢了，我觉得瀑布够吃吗？我不会剪这一，是氛围感影片，我们一起改动作，3、2、1。没有，你吃你先吃你，一次一个，再一次可爱动作，3、2、1，够吃吗？回来了，假装吃，开心的吃。3、2、1，你们很烦呢。配着牛肉 burger 普通也没有很好吃，所以我觉得无聊的汉堡。好吃应该是烧肉 burger， 我们选对了耶。还是我们什么都觉得好吃，也真的觉得好吃是我们。我是觉得真的蛮好吃，因为它烧肉弄得很厉害，它料很多，然后烧的味道很足，这样比马来西亚烧肉好吃。刚刚我老婆讲早知道吃泡面，我告诉她一件名句名言哦，名言哦，出来旅游就是要踩雷的，我们帮网友踩雷。对，我们踩完雷你们就不要乱踩了。快乐的时光总是过得特别快，明天见。